校长也来，校长让我来接你。我正要回家做饭。这样正经着呢，走吧。 雨卓来了，来来来，请坐。谢谢镇长。今天没有外人，就是家常便饭。你看看还要吃些什么？不用了，站长。这家湖北菜做的不错，来尝尝。谢谢镇长。双菊的脾气。 你肯定比我还了解，就是典型的一根筋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你俩姐妹这么多年，感情一直很好，我也不希望你俩有争执。他反对拿毛局长的物资交换那个姓袁的，双菊有些立功心切，但他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，毕竟那个姓袁的是他亲手抓的。 站长，我是真心的希望接受调查，因为清白对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如果一个下属得不到长官的信任，那会是非常痛苦的事情。哎呀，这些年你一直跟着我，为站里做了那么多工作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就拿帮毛局长转移物资这件事来说吧。 要不是你，这批物资早就被郑建民捅到稽查处，被没收了。站长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有话你就直说，在我这里你不用有顾虑。我跟双菊起了争执。 我不是不知道姓袁的这个人有多重要，也不是不知道蔷薇给我们站内带来的危害。内鬼不是不查，是一定要查。我只是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，这件事情关系到您的清白。我的清白？站长，您想啊，这批物资非同一般。 他如果只是普通的军需用品，那劫走就劫走了。可是这些是什么？是毛局长这些年全部的家当，并且价值不菲。毛局长当时找到您帮忙转运，说明毛局长对您是充分信任的。但是现在，如果你捅到南京去，说这批货被共产党劫走了，您有证据吗？ 您无凭无据，事后毛局长会怎么想？毕竟他这批货，他不干净，就算丢了，他也只能吃个哑巴亏。可是毛局长会相信您说的话吗？他会不会觉得是站长您从中捣鬼？今后他还会再相信您吗？ 内鬼关系着咱们站的清白，但这批物资关系着您的清白。谢谢你给我说这些肺腑之言。 队长，站长已经同意了，1周后和共党进行交换，具体事宜由夏专员负责。滚出去！啊！我让你滚出去，你他妈没听见？是。什么都不信任我？你一定要跟我比吗？我让你们滚出去！谁他妈让你进？站长，你这脾气还跟当年一样。当年在重庆，你知道我看好你什么吗？ 就是你身上这股子永不服输的劲儿，站长，这个姓袁的是我们挖出内鬼最重要的人，绝不能放他走啊！姓袁的是很重要，能帮我们挖出内鬼的人不是他，是你。我来就是要告诉你，调查内鬼的任务由你继续负责，还交给我。 交换老袁这件事情，我知道你有想法。我之所以答应共产党进行交换，一来是给毛局长一个交代，二来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，麻痹真正的内鬼。你看姓袁的这件事儿，弄得站内上上下下众人皆知，真正的内鬼恐怕早已有了对策。这样一来，姓袁的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。 还不如我们因势利导，造成一种假象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实际上，你暗中继续调查，有问题直接向我汇报，我们做到外松内紧，这样更有效果。多谢站长信任，我定不辱使命。打起精神来，我等待你的好消息。是。 瞧瞧，把这都收拾收拾。好。可以了。夏正元，走吧。哎，大白，哎，胶水重新买好了吗？你上次买的那些胶水啊，风一刮就容易掉。大白肯定又拿着经费去买烤鸭吃了，所以啊才会买到劣质的胶水。你少污蔑我，我上次是被人骗了。金兰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买的肯定没有问题。大家都赶紧抓紧时间写，等天一黑啊，咱们就出去把这些标语都给贴了。对了，阿坤，你那些人都找够了吗？哦，差不多了。过两天啊，有从北方来的同伴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，这样一来啊，我们的队伍就彻底壮大了。 以后行动起来啊，也更加方便了。北方来的，是从解放区来的吗？嗯，太棒了！哎，你还在那儿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过来帮忙！别写了，怎么了，小明？咱们总是在这写标语、喊口号，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啊？这些事情根本就是毫无意义啊！罢课、游行、示威，说到底还是停留在表面上。 这对国民党当局而言，根本就是无关痛痒。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？你们看看这个，这个女人啊，既然能够代表国民党一方接受美国人的援助，那说明她肯定是国民党方面的高官。如果咱们能够除掉她，不仅是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有力回击，这也对振奋人心大有益处，比咱们在这写这些标语有用多了。同学们，是时候该做些有用的事情了。可是我们没有枪啊，也不知道对方是谁，这怎么才能暗杀？对呀，枪不是问题啊。 要想查出他的身份，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。只要咱们有决心，我相信啊，肯定可以完成这次行动的。同学们，要干就干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嗯。谁不知道你保密局上海站两枝花，一动一静，一文一武，羡煞旁人呐！你们说笑了，不过我们这两位女将，确实是巾帼不让须眉啊。小姐，能请你跳支舞吗？对不起，我不会跳。 怪不得孙站长越来越年轻了，我们一个整师都见不到一个女人。哟，他一人占俩，还是两个将才，真气人呐！站长，夏专员，刚才我们还在说呢，党内比孙站长官衔大了不少，但是啊。 羡慕他一人占两枝花的人，也不少啊。就是，洪师长，你们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你们是不知道，站长平日里是怎么教训我们的。哎，看看，告状的来了吧？所以啊，站长，为了弥补我们平日里所受到的训斥，下首曲子你得陪我跳。啊，跳！哎，去！我先去换身衣服。好嘞。 阵仗不小啊，一个进人进来，没想到把太子爷都给派来了。刚刚跟我一起跳舞的那个人，就是跟太子爷一起来上海的参议官。怎么样？你打听出什么来了吗？太子爷这次来上海，除了换发金元券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。什么目的？是来打老虎的。是委员长的意思吗？ 听说太子爷上书给老头子，怒斥日本宣布投降2年多，那些接收大员还在明争暗斗，军费都用来修房子、宠女人、搞小受。听说汤恩伯瓜分了30多万两黄金，其他可想而知了。委员长一气之下，就让太子爷全权负责这件事情，来上海调查。枪打出头鸟啊！这回看来要动真格的了。说这是来打大老虎。 我估计那些小鱼小虾米也入不了太子爷的法眼。我再去探探口风。跳得不错。谢谢站长。夏小姐，不知能否赏光跳支舞吗？啊，刚好我跳不动了。你们年轻人玩，年轻人玩。 哎呀，侯主任，侯主任，孙镇长，建峰同志怎么没来呀？督导正在忙公务，让我来告诉大家一声，国家正在战略，改革势在必行，招待会这种事情不离开了啊！叫音乐停一下。是。哎呀，肖先生，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孙镇长，别来无恙。原来你们两位认识啊！啊。 肖俊浩现在是国防部二厅巡查员，年轻有为啊！肖局长，北平的事情我听说了，干得漂亮！雨珠，站长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办公室的胡主任，这是我们上海站的夏雨竹专员。胡主任您好，幸会幸会。你们二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？肖巡查员，你和雨竹。 应该认识吧？啊，以前是，但是我姐去世以后就没再联系了。肖巡查员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又知道怎么了？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夏专员还是那么直率。前2年我在涞水执行任务的时候，让榴弹炮把一只手臂给炸了，不过没关系。 我早就习惯了，女主，这几年肖巡查员可是战功卓著啊！现在是国防部2厅6处的巡查员，也刚刚从南京调至上海管理学生运动，以后你们打交道的机会就多了。夏专员，日后请多多关照。站长，有事情跟您说。什么事？肖军浩和夏雨茹2个人关系不一般。我知道，他们毕竟在肖顺弼家生活了那么长时间。不，我是说他们俩原来。他俩是恋人。他们2个人的关系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 我只是觉得，以他俩的关系，现在却生疏得像陌生人一样，是不是刻意在掩饰些什么？抗战胜利以后，肖军浩消失了那么久，他的身份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孙站长，哎，麻烦你来一下。啊，我来了。 如果你怀疑他，就找出证据来。我会的。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没联系上军浩，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，现在终于能在一起了。所以今后不管发生任何事，我会用一生陪着你，守护你，爱你。定情了，只有我们在一起，才能打开这把锁。一半怨地老天荒，一半我刻骨铭心。队长，你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，吃点东西吧。放那儿吧。派去北平的兄弟回来了吗？刚回来。叫他们过来。是。 队长，我们通过北平站的人详细了解了肖振浩的情况。他这些年在北平混的可谓是风生水起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不知道怎么搭上了郑介民老婆的关系，汉奸亲属摇身一变就进了北平站。郑介民跟毛局长一向是水火不容，这郑介民下台了，其他的人都被遣走了。肖军浩不降反升。根据我们的了解，肖军浩能力出众，不仅在解决北平学潮的问题上立了大功。 而且还辅佐王普臣，监督清理了汉奸资产。王普臣是毛局长的亲信，肖军浩自然得到毛局长的赏识。郑介民离开国防部二厅之后，肖军浩就在王普臣的引荐之下，顺利调入了国防部二厅，成为二厅最年轻的少将。这个肖巡察员现在是正当红时，从上到下，从国防部到军部，对他评价都很高。真有这么完美的人？ 竟然找不出一丝破绽。喂？什么？那重生呢？我现在就回去。肖军浩的事情给我继续查，不仅要查他的工作，还要查他的生活，看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，把这些人的底细都给我查清楚。是。 重生，你把门开开，打开，进去，开门，开门！重生，重生，出来了！ 我今天刚到上海，不管你把我儿子藏到哪，我都能找到他。这些年你带着重生东躲西藏，你不让我见他。可是你别忘了，重生是我的儿子，我是他的爸爸。你不配！我告诉你，重生姓顾，他这辈子根本就没有爸爸。你配！走，儿子。 谁敢上来？谁敢上来，我就开枪崩了他！顾爽君，劝你还是识相点儿。我告诉你句实话，我现在是上海经济警察大队的队长，直接听命于南京。别说你一个女特务，就是你们站长见到我也得敬我三分。我管你什么队长，陈德道，我告诉你。 只要我顾双菊活着一天，你就别想把重生带走。算你狠！走。伤，爸爸会回来接你的。爸爸爱你。 进去了，你怎么了，重生？重生，把你自己的东西收拾好，放到箱子里啊。重生，你在干什么？他不配做你爸爸。 重生，妈妈会找一个比这更好的房子，有阳台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在阳台上看书了，好不好？顾重生，你听清楚了，你没有爸爸，你这辈子你都没有爸爸，记住了没有？重生，哎，小姐你好，你要修车吗？轮胎好像有点亏气，麻烦您帮我检查一下。那您什么时候过来取车呢？我去附近买点东西，一会儿过来取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 队长，发现了一个印刷亲共传单的厂子，在什么地方？在南市。为什么跟踪我？我没有啊！我再问你一遍，为什么跟踪我？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，我想到保密局工作。你是学生？哪个学校的？我是复兴中学的，我特别喜欢你们的工作，我愿意为国家做贡献。你能引荐我到保密局工作吗？回去好好念书吧，长大以后有的是机会为国家效劳。走吧，还不走？队长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 给我查封这家印刷厂！是。老袁已经平安抵达解放区。25日下午4时，到静安寺路DD卡唱片店与新的联络人见面。1类暗号：祝安好。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程生送点药。你这手怎么了？脸上怎么还有伤啊？没什么。这个药是我专门找人从香港带回来的，你给程生试试吧。如果效果好，我再找人带。 谢谢小姐，谢谢夏小姐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没事，干妈送你。 王阿姨啊，那个袋子里有2种药，服药的方法我已经写了纸条，放在袋子里吧。你记得按时让重生服药啊。放心吧，夏小姐，上次啊你送给重生的营养品，重生还没吃完呢。那个是帮助消化的，重生肠胃不好，胃口又小，你一定记得坚持让他吃。最近重生的胃口好多了，一顿饭能吃1大碗呢。是吗？听着夏雨竹和王阿姨悉数平常的对话，顾双菊既感动又愧疚。 在顾双菊的内心深处，他早已把夏雨竹视为内鬼的重点怀疑对象，而恰恰又是夏雨竹，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伸出了援手。我们已经查明了，这个女人叫夏雨竹，是保密局上海站的情报专员，最擅长的是利用姿色博得上司的好感，是个典型的女特务。 我们还查出啊，这个女人在抗战的时候就当过汉奸，汉奸？对，他在一家日本人的报社里面当记者，这种人都能在政府里面担任高管，我们必须要推翻这个腐朽的政府，让这种败类无处可逃。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下一步，咱们要设法的搞清楚他的活动规律，他上下班的时间，经常活动的场所，找到合适的时机，咱们就可以动手了。小虫，武器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。 阿坤呢？哦，他去火车站了。北方的同学们，今天到。哎，经理，哎，你这儿。哎，让一下。 欢迎你们来上海吧，你们叫我阿坤就好了。你好，我叫张鹏。你好，我叫薛婷婷。你好，我叫任和平，大家都叫我和平。你好，怎么就你们几个？我们是偷偷跑来上海。一会儿我带你们到住处，一路辛苦了，你们稍安顿下来休息几天。我们不累，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，尽管说。过两天我们有个行动，到时候你们负责放风就好了。 进来。站长，您找我。内鬼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？我查出蔷薇这个代号是在汪伪时期出现的，当时此人出现的地点是在南京。民国35年在上海再次出现，便再也没有离开过。由此推断，站内曾经在南京待过的人都有嫌疑。 这是人员名单。这么多人，包括您和我在内，一共是23人。我打算将这23人进行逐一排查，定会有所斩获。好，双局，这份名单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查出问题，就直接内部问话，不要有所顾忌。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，谢谢站长。寂寞沧桑的月，爬过漫长的夜，又是面。 面细雨飘落的太肆意，竟是那些记忆。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，偏偏花瓣布满晶莹泪水，还是那么绝对，没有一丝后悔。 许多人海中的红蔷薇，体会梦的曲折，百转千回无所谓，勇敢绽放有多美？是那么绝对，没有一丝后悔。一个人海中艳红霞贵，这条路多曲折，百转千回无所谓，勇敢绽放有多美？风不吹，或许只把我。心碎。